俾到位推广客家文化，桃园市客家曲盼嘅客家流行音乐节，古亭人呢就系听五节嘢。桃园市客家曲就讲，古亭人嘅比赛就会对省内改做系南北对盘，有请各界一位从各位嘅好朋友强下来比赛。安尼客家音乐就会系桃园嘅赏识魅力，还有客家音乐咪会传承下去。新要开始。系统检索是上进桃园市客家流行音乐节正式开幕，桃园市长请问参观桃园客家音乐节，系桃园客家文化界重点之一，也是全国性嘅指标发通。为客家音乐一路生发，本国客多乡亲听到。要接近客家歌曲并不困难，不管是不是客家人，我想这个客家歌曲呢有它独特的魅力。那希望我们今年2017年的这个客家流行音乐大赛，会成为全国的一个客家文化的焦点。桃园市客家曲奖总结完工，不到本国下都中意客家音乐观念，强化参加。礼拜五晚上增加悠久亲子组，鼓励探人细致强化来好客，含本组系梅香组、翻唱组，用音乐来交朋友，希望国下多人来唱客家歌。轻松要目的就是不论你是专业也是业余的，人家都做鼓励来参加，大家欢欢喜喜来唱歌的。桃园市客家曲讲，你控一切客家流行音乐节，对今日起四块放报名，两年三到四年之间进行比赛。今年发通本组系客家流行歌唱比赛、客家流行歌曲创作比赛、同客家歌曲合唱大赛俩三大项比赛。本客家文化行业生发，本国客家多人接触到客家新闻、论坛、桃园报道。